有个没有人愿意执行的任务，轻则搞得满身恶臭，重则随时会葬身山林。海拔3000公尺的玉山上有个实验厕所，需要自愿之士密集去清扫、观察、分辨。一位曾经挑战百越，把性命交给山林的人，却将自己的下半身奉献给玉山上的厕所。今天出发了哈，礼拜天、礼拜一、礼拜二，延迟三天，但三天可能如果做不完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再延几天回来了。睡袋有了，睡垫啊，然后保暖衣物啊，好了，我这我知道了，你每次呢去执行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好担心呢、啊。有时候晚上都会睡不好觉。这条路我走次数多，应该可以减少这种担心啦、啊。应该是可以、啊。不过你了解我不了解啊？啊，不会啊，我也不会说电话不打给你、啊。有什么状况的话，我还是会报平安一下、啊。山上不通啊，电话不通啊，除非你下到了山下才会打电话给我。打啊，一定要打给我。大家辛苦了、哦、坦白的说，我们这次任务、哦、很不容易了、哦、一进去、哦、就要5天的时间，海拔要上升到3000公尺，体力耐力都是一种考验，一不小心还会惹得一身腥又臭又脏呢。希望老天爷保佑我们这次的任务能够顺利成功。爬过山，可是一天的我可以，妹妹倒是比较少。对啊，我大部分都爬枕头山。对，我比较懒啊，我不喜欢动。因为真的好辛苦，又要晒黑，又会晒黑，然后又开始搓搓搓搓。我有时候跟朋友说，哎、欸，爸爸是玉山志工嘛，然后就说，哦，好伟大哦，就是帮忙去山上捡垃圾这样子。然后我跟他说，对啊，也没什么钱这样子。他担心更多东西、啊，他不然就只会移动。好我发现当了志工之后，在路上走就从来没有抬头挺胸过，因为这一直在路上找垃圾，那也不晓得找垃圾是应该要高兴呢，还是应该要觉得山友对于步道的保育做得不是很好。哦，陈老师之前我们大约10几年前就已经认识了，他是非常热爱登山，而且他把志工当可能是当成他终身的志业。他就是我们玉山国家公园最资深的志工，所以他的编号是黑熊级的名医。第一号啊、哦，那好有意义哦，好吧？一号哎、欸，那等一下，他是玉山志工的类似像创始人吗？就是你是第一号，我自愿当玉工，我是第一号，我排第一号的，然后之后就开始陆陆续续有人加入。不是啊，是因为我没有玉山的志工分成3级，如果3年内。连续服务满300小时以上，就可以申请最高级的黑熊级。他爸爸刚好是最早达到的，所以啊，就成为黑熊001号。你知道詹姆斯·庞肯吗？他是情报员007，那爸爸是黑熊001。有一次啊，是很有意思的，我在执行的途中啊，看到一个啊。国小老师，他发现我是黑熊001，哦，就表现得很兴奋呢。他对我说：“我一定哦，要把你的黑熊徽章拍下来，然后回去跟小朋友说，有一个黑熊001哦，在山里哦，
捡垃圾呢。啊、哦，我第一次啊、哦，觉得黑熊妮妮也蛮酷的呢。哎，你好，下山啦。撤退。啊，撤退啊。啊，到关高就不舒服。到关高不舒服啊，旧伤了。旧伤啊、哦！我这下去我都不敢每次去见人了。没有没有，你这样反而是安全。你听见说到马博，你出状况，直升机把它掉下来嘛？对啊，我就是怕到马对对 马前营地那里。对啊对啊对啊，所以我们是认为你这个是很明确的决定，山都还在的，山都还在的。对。为了登山安全起见，身体有状况的话，这样撤退真的是明智之举，明智之举。他要很大的勇气。这行通，我跟行通上面来。哦，走路时要讲一下，这个有个树根，所以稍微拉一下哈。我真的根本不了解，我对山我不了解啊。到底是怎么样的状况，而且经常听到山难啊或是做什么，真的会担心。他的兴趣，他走的走向去爬高山，我根本没办法跟得上他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两个兴趣真的是不一样。所以在等以后他爬不动的时候，可能那时候比较能够互动。哎，师兄。爬山出去对多多少就是对本身是一种健身活动。那家里最担心的一个就是说安全问题了。只要一看到山难哈，他就说你以后要不要去啊？每次一回到山下就开始计划下一次要去哪里，下一次要去哪里。然后随着时间越来越近哦，心里就觉得越心虚呢。偷偷摸摸半夜打整理背包啊，偷偷摸摸去采购东西。然后晚上看到老婆，看到小孩子啊，就想到晚上出门时间一定要定在半夜，因为他们睡着了。登山哦，觉得好像吃吗啡一样，会越吃越重。我们明天就那个上中央金矿，这个你带装上装来装两袋上去就可以了。好，所以。也要看我们那个背包里面的容量够不够，我们带多带少要看我们背包。我们已经进入山里第三天了，现在要前往任务终点站。扫厕所啊，忍忍啊，避之唯恐不及啊！之前啊。也有媒体踢爆我，说我们不但自愿去扫，还要跑去扫玉山这么远的厕所，为了要扫一间厕所，每个月跑进来两三次。也许会有人觉得匪夷所思，我都会告诉他们，这是一间实验性的厕所，如果实验成功的话，就可以让便便消失在山林里，到时候不止厕所干净，山也清爽。OK。我在国外看他们的生态厕所里面，就是说你大便之后，你一定要用铲子把你自己的大便先盖一层腐殖土，把它盖上去，加速它的分解。施工人员呢、啊，他每天还要定期的。再加以搅拌，再增加呢腐殖土的分解的量，啊，那这样的话，经过一段期间之后呢，这个大便经过完全分解之后啊，一点臭味都没有了，已经不会造成污染啊，就可以回归大地当大地的养分。你爸爸有说过去厕所，可是我不知道内容是哪嘞，就扫厕所啊。对啊，爸爸厕所特别吗？就比较脏啊。爸爸，你有捡到黄金？我用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准备好，我们来那个把上面的那个清洁一下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看了哈。看到那个有些人可能会作呕啊，对。但是这又是非常重要，因为那个上面就是一些水源的源头，所以说我们做这个也是等于为了就是下游这个水源，哎，还有整个高山环境的维护。这个厕所好，我们没有做屋顶，只像那木字形这样把它围起来。电器在这个地方，为了怕说下雨天雨水跑到那个
收集桶里面去，所以我们特别设计了这个盖子，啊，就把它这样罩上去。啊，这个好像我们在平地上吃铁板烧的，啊，那个洞洞一样哈。怎么样？是啊，有卫生纸，有卫生棉哦。哦，那个等一下我们把它拉出去的时候，我们再来检视一下看看。哈，哦，这个厕所不是用冲水的马桶，大便小便有分别不同的洞，目的要让装大便的收集桶保持干燥。当山友的大便从便池掉下去之后，就会掉进粪便收集桶。这时不能用水冲洗怎么办呢？就从旁边腐殖土桶里挖几条腐殖土倒进便池的洞口，让腐殖土覆盖便便，这样收集桶里的便便就会和腐殖土进行一场发酵大作战。为什么要发酵？因为发酵了以后，它就可以作为肥料。大的桶子大概有将近20-30公斤以上的问题。啊，我们拿着去。对，就两个人要两个人扛，除了卫生纸之外，其他异物不能够丢下去了。啊，万一说有东西，那我们就是要必须把那个用夹子把它夹抄出来，然后把重水冲一冲带下山这样。这个是臭味，当然会有臭味，比较辛苦这样。真的，因为我没有办法做。我真的是要爸爸才有办法。嗯，等一下，这有一个石头，完干了。那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很坚固的塑胶桶，所以说当我们上去的时候呢，它等于是整桶都是排泄物。好，那我们必须要将它把它拖出来，而且它重量非常重，万一要是一个闪失不小心的话，可能那个后果非常糗，非常糗。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克服心理障碍的地方，因为是一大桶，那个味道，还有里面有水分，然后有排泄物，还有苍蝇等等等等，是已经慢慢能够适应了啦。不值得来一点，哦，已经慢慢能够适应了。刚刚开始的时候，真的是觉得有点恶心这样了。你看，这收集桶里面它丢下的有，你看，哎，你看这包，你看这什么东西？卫生棉啊。这可不可以丢？不能丢啦。哎，你看。这个什么东西？那比较夸张的时候，我们就挖出那个整颗的高丽菜，我们就把它挖出来吧，然后让它晒干，不然那一颗在里面蛮占体积的。来，我要搅一下，拿，这边有夹子，这边有夹子，你这边有夹子，这个，搅拌啊，好，用这个，来，我要搅一下，拿，这边有夹子，这边我看底下就行。好，还是有点水，还是有点水，还是有，啊，有发酵，有发酵，有水，还是有水分，有发酵，有水。哎，对，还要再加，对，还所以还要让它干燥，啊，要让它干燥，还要干燥。哦，这太高端，哎，来坐，陈老师，氧气，啊，这氧气很不足呢，哦，这个，哦，资深的志工像陈大生、陈老师啊，还有徐老师他们。欸，他们都一路带着我们，然后他们也亲手下去做，所以他们这么资深都下去做了，所以我们来了就必须一定要跟着他们做。那个就是真正有这个热情的才会上山来清这个厕所。随意大便的话，因为量太多嘛，这个是主要是承载量的关系了哈。你在野外哈，你大便之后，因为高山比较寒冷，不容易分解嘛，对不对？量太多，下雨的时候，啊，它就会流到河里面去。那我们平地里面所有的水源啊，自来水厂啊，都是靠山上的水，这个泉水流下去的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等于就说，你知道登山在山上大便，你平地的人都吃到你污染下这是大便的东西嘛？哦，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。啊，所以国家公园呢，在这个山屋里面呢，那想尽办法呢，要盖一个生态厕所，让所有登山客啊，能够按照这个规定的方法来使用。现在完全已经没有粪便的臭味了，味道已经减低很多了，没有什么味道这样。那我们就可以哈，啊，把它撒到那个大地上去，成为啊那个肥料这样。这个会多一点，对，哎，有的人的话就因为体力的问题，有的人就因为要处理这个便便问题，心理有障碍。那有些跟志工在聊天的时候，他当然有的开玩笑说：“我在家里就不用来洗厕所了，不用来清洁厕所了，然后怎么可能会上来这里啊？”
登山与担任志工以后，应该是完全不同的心境了。以前登山的时候，可能只是说上了山，哦，又登了一座，然后在自己的记录上增加了一座山。但是登了山以后，我觉得它有一层更深入、更有价值的一层意义啦。所以说每次回去以后，在我心里就是会觉得比较惜福与感恩呐。今天去这样是没有跟他事先约好的，没有。还是觉得说去那么多天了哦，跟我讲说礼拜三最快礼拜三要回来，我想说怎么到今天礼拜五了还没回来？你觉得你老公做这个哦，你自己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哦，他是他的他个人的兴趣跟他的理想。但是我是真的觉得说他什么时候能够退休回下来陪我。雨很大啊，那我们就一直补充体力啊，因为他女生嘛，总是要多烧点热水给他喝。对了，男生无所谓，当初对对对，不错。正好经过这样，走一段下来以后，这个很有默契啊，就互相扶持，这样很好啊，我是很羡慕啊。我都放给你。有夫妻两个一起出来登山的话呢，我是觉得一定他们的感情一定很好。爬山其实也是有辛苦的一个这个活动啊，看到那个先生在照顾自己的太太的话呢，让我们觉得说除了羡慕之外啊，我们说当然也希望说我也有机会跟我太太过来一起爬山。好，但是呢每个人条件不一样啊，本来我的内人也是喜欢那个户外活动了，但是因为是，那个骨头骨瘤，最后把那个左腿也从髋关节这边那个截肢了，啊，所以当然就没有办法，所以这一点我只能够用羡慕的眼光啦来看人家，自己是绝对没有办法做得到的。哎，那你有跟他说过很羡慕吗？来看看。这样打包，这些都是从那个沿途路上看到的一点一滴捡下来的，捡回来的。勾在后面这边，大概在10公斤以上，10公斤到15公斤。那是塞进去啊，不然这个外挂可能会晃啊。所以那背的时候一定有臭味的。他回去那个大背包可能要消毒的。关高在这里，的中央金矿在这里，中央金矿。他也是从报章杂志的电视画面看到，山上去的话很危险呐。他也想说啊，那你就带我到登山口去看一看嘛，我曾经带他到他家登山口啊，他就在登山口那边等我们。几次的这次经验以后，那我就笑他说啊，你这样很没有关系啦，你虽然不能跟我走啊，你是山口组的啊，在登山口啊等着我下来就可以了。啊，终于下山了，完成心愿了。这几天感觉过得很踏实啊，做了一些蛮有意义的事情，心理上蛮舒服的。五天都没有洗澡，已经身体黏黏的了。现在最迫切的是要赶快能够下个山洗个澡这样。如果去搭公车的话呢，一坐下去的话呢，坐在旁边的乘客啦，一定会纷纷呢避开。到了，快到登山口了。哎呦，我太太来了啦！什么人？哦，快车跑来了。啊，你下来了。哇，哦，臭妈妈的啦，五天没有洗澡了。啊，五天没有洗澡了。哎呦，哇，
啊，让我好感动呢。很辛苦啊。好，也水是累，要下雨，真的是不好，不是很轻松啊。看到很兴奋呐、啊，老公平安了、啊，大家都平安了。把你打开了哈。年轻的时候爬山，可能存有一种攻顶的心态，要去征服它。啊，现在呢，反而觉得蛮心疼山的。现在是游山玩水，跟老朋友爬山，有说有笑哈，觉得相当的很有意义。这个有时候在平地要见面都不容易，到山上来哈，这样集合起来，再聊聊天，很舒服。这间厕所对来来去去的张三哥有一个名声，也有人说在山里就随地大小便就好了，甚至连厕所都不需要。但是如果都没有人带头去做的话，就永远没有开始，山里就是永远没有办法干净的。我觉得我们慢慢的一点一滴的去做，迟早有一天可以感动别人，愿意多爱护山里一些，这就是我黑熊001的最终任务了。